会不会是他现在身体，他身体没有平躺。你摸摸看他的身体，看是翘一边的，但是他脚是平的，所以。你说哪边翘一边？你摸摸看这边肩膀是在地上的，对，啊，然后这边是翘起来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他的身体。不要特别。 他现在先把他脚弄直，一次弄一个，因为他我说过他脊椎也弯了。对，他有时候哭了，哭了的话，就变成说不是他变这样会左右翘，平的当然是很平。他现在是弯的，那我们一次哈，不要那么贪心，说全身都要，我们就是说要目标取向嘛。那现在是脚椎炎症先做脚，然后其他的就有不要让恶化，其他的。 就是说脚先做好以后，以后再做其他的。那前面先不要让恶化，不要说我做脚，其他都病严重，你就维持。那我们把最差的给做好。那比较轻的哈维持住，那最严重不要让它更严重。那轻的这样维持住，那我们再来处理它。那像这个脚哈，你要先给它板一下。你板的时候哈，它会比较轻。然后。 再把它往前推的时候，它脚就可以再放下去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反，反的时候它脚会很紧，维持住这个地方不要压下去，只是维持不要让它弹回来。那你觉得有脚底那边有点拉回来一点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放松，它脚又可以下去一点点。它现在又下去一点点。对，这样子交替交替，然后要有点耐心了，因为它左脚真的很紧。
因为那时候伯母很想弯起来，那那个这边阿姨哈、哦、看到这样根本就不会去说花时间慢慢把它拉下来，那就谁伯母了。嗯，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持对基本生活生存，不是生活是生存。一般都要定个大概十几分钟，他肌肉才会稳定。不然他现在一直很想收回来，可是这个不需要做什么，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做啦。哦，可是他就花时间，他真的很花时间。换了尿布以后，嗯，我再把它再拉扯一次。对对对。然后就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让他先让他换尿布。去找他们，跟他们换尿布。他们还没来，我要去找。可以帮他换一下尿布吗？等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要急一点的，你们。那我们先按着好了，你先按着他的脚，因为他说他要等到他有空。对。因为我最近做的是每次花了很多时间弄好了，然后他换一个尿布又放回原来的位置。那两脚差不多的样子，这脚还是有点弹力比较大。左脚还是比较高。
那要设，那要设。而且你那个没有关注到皮啊，要刚才被皮。没有来换吗？还要换尿布吗？哎，帮我们换一下好吗？那个护士在弄这个东西，弄完不好意思，我帮安排换尿布。他还是会说起来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让他撑久一点，就是我们希望看完他换完尿布。好，奶奶，那你换尿布哈。哦，你看，摸他前就争执的时间就一点。好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来，他看到我妈妈睡觉。没有尿尿，一点点的没尿。只有一点点吗？他没有。哦。他脸上他没办法尿。
那帮我们跟他加点水好了，好吗？加水。喝点水，因为我们刚做完。好啊。给他喝一点，喝300cc 水，加那个。小琪说他的肚子，他已经弄好了，你要不要帮他拉屎？好。小琪说他的肚子都是大便，所以那昨天小琪有帮他肚子按摩。今天就帮他多。他现在又给他测了。是不是？对。测了他一定就习惯这样睡了。那我们就刚刚已经两边翻，我们现在把它分翻正面，他脚就可以伸直了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对，中间哈。要再移动吗？我给它放更中间一点。好，
所以江妈妈现在都没带去复健。有，但是都没有做脚部，都做上半身。对对对，因为，我问过了，他们说拉他的脚，他脚没有办法伸直，所以他们拉他的脚他会痛。那我哥哥就说，那就不要做下半身，所以只有做上半身。用机器拉一拉去吗？不是，他用复健师拉，但是复健师拉妈妈脚。对，我听那个医生说，他在那个诊疗室都听到我妈妈的惨叫声。结果那个复健师说，那你，我说我自己跟他拉，我说我带去这个养护所拉都没有惨叫啊，有叫，但是没有惨叫，憨一下憨一下而已啊。结果那复健师说，那你拉给我看。对啊，他们拉的速度很快，比较不会像我们这样花时间，因为他们时间就是金钱嘛。对，他们大概三五分钟就要把它拉定位，然后去拉。嗯，啊，当然那个就很痛啊。嗯，他可能就这样用力给他压下去嘛。嗯，然后那个姜妈一定很痛啊。嗯，筋都缩成这样子，你用一下瞬间拉，他筋都没放软拉，他当然痛得要命。对，所以我哥就说：“那你不要拉了。”可是越不拉哈，他就越只能变习惯了。刚刚那个护士就说：“你现在拉，你等不拉的时候缩得更厉害。”意思是什么？这样就不用拉了。反正他能够活着，能够存活在他们那里，就反正在这边就等着吧。这不影响他的生存，他就不管。可是他的不舒服，知道吗？他就不管了。我们以前在医院的时候，他休息姿势都是要稍微的弯曲。嗯。但是他现在因为弯曲了，他就缩了。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跟他做完，是不是让他这样直直的？没有，其实应该说直太久，肌肉会僵。其实我们最好要活就要动。其实应该说。你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姿势，一直动。对，你一直保持，就是说现在姜妈妈的问题是说，她一直保持屈，弯曲。好，她弯曲久都没有伸直，她就没办法伸直。那你都直的时候，肌肉都僵硬了，会她瞬间要改变一个姿势，肌肉会就会抽筋。所以最好是，像以前那个北一女那个啊，她妈妈就是要一段时间就不是说帮她翻身，是都要帮她做一次，不然肌肉全部僵了。他现在翻身只是防止他乳穿，但他肌肉其实都僵掉了。因为他们没有做。对，
其实最好就是说你在翻身的时候肌肉都要给它动一动动一动，关节动一动，你常常这样做它就不会这样子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一家。不是，因为他们不会做啊。不是，我意思说最好不是换一家，你去哪一家都一样，就是我跟你讲过跟小琪跟你建议的，就是换，因为他才能够真的 one by one 的，他有时间，他这个不需要技术，就这样压着帮他伸，然后慢慢的花时间啊。对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说最好是除非王白，因为这不是技术，只是时间，它就是纯粹时间而已。就是你用时间去跟它换取它的伸展，那它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慢慢的，不要快，慢慢压，然后慢慢放，也不要太快，太快这个肌肉瞬间好像抽筋，收回来会很痛。所以他一直说，像刚我听到说，让你翻身，大姐不是说翻身会痛的没有？就是他撑太久以后，忽然翻身的时候，他就很痛。哦，因为用力一个姿势太久了，你在动的时候它就会不舒服。好，那像我们一般伸展是伸展一个大概五分钟就给它松开，好，伸展五分钟就要松开，不能说你保持伸展姿势超过大概太久时间了。所以你这两个，那这个东西不是技术，而是一个时间跟耐心啊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对啊。因为你一直撑着哈，它真的也不太好。那但是我们现在要尝试动，它的关节跟肌肉才会松。没关系，我们回去在肚上再讲。哦，像它现在回缩就比较不会那么痛，那一来我就速度可以加快。哦，它也不会说一下抽回去，像上次我们抽回来就会痛，你看现在抽回来就比较不会按了。好。嗯。他做几次以后，他抽回去就不会说不舒服。他现在的，啊，现在压下去，压到那个程度也比较容易了。嗯。啊。先到这边。好，我想到一个东西，或许对姜妈妈有用。那怎么样？我们先再讲。好，那把然后棉被帮姜妈妈盖好。嗯。因为刚刚都没什么正，然后社长现在他正常，然后他们等一下要换的时候就照那个秩序再换了。嗯。现在就让他正常休息一下。我给他照张相。